小雪，叫妈妈。妈，琪琪，不要喊妈妈，她不是我们的妈妈。琪琪，你看，妈妈和我在一起呢，你千万不要上当。可恶，被发现了，到底是谁在假扮妈妈？小雪，快来厕所给我送纸，我现在就。小雪，千万不要去，给你发消息的不是我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假扮别人骗我？可恶，又被拆穿了。假扮妈妈，假扮小贝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小雪，现在到办公室找我。好的，哼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。喂，小雪，怎么了？啊，竟然真的是眼镜老师。什么真的假的？快点来办公室找我。好的，老师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没想到真是老师给我发的消息。没关系，下次我一定会把藏在手机后面的人找出来。小雪，爸爸今晚带你去吃汉堡，快来找爸爸吧。爸爸从来不会主动带我吃汉堡，我要给他打视频验证一下。怎么没人接呢？哎，小雪怎么突然给我打视频了？如果我接了，我的身份肯定会暴露，小雪一定会知道是我在假扮大家给他发消息。我不能接，这么久不接一定有问题。伙伴们，刚刚没接我视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